女子组大队接力啊，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项的项目。单位到次介绍，第一道各业工人联合会，浅红色；第二道统一企业，水蓝色；第三道奇美实业，正红色；第四道永先公司，咖啡色；第五道亚洲航空，紫色；第六道台糖公司，粉红色；第七道大成长城，深绿色。第二棒接力区，第二接力区，好，谢谢。第三，谢谢。第四，好，各接力区准备就绪。那也要麻烦其他的观众朋友不要穿越跑道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加油！预备！成绩报告，公教组，哦，这个是总锦标哦。第一名台南市政府警察局，第二名麻豆区教师联队，第三名南化区公所，第四名台南市政府卫生局。之后呢，这边是第五名并列哦，台南市政府政风处、北区教师联队、学甲区公所、北门区公所、永康区公所、永康区教师联队。请以上获奖的单位派代表到司令台上领奖。长青组总锦标第一名台南市体育处，第二名安平区公所，请以上单位派代表到司令台上领奖。目前在场地比赛的是大队接力女子组，现在领先的队伍是台南市各业工人联合会，暂时领先，加油加油！紧追在后的是统一企业。加油加油！进入到了最后一棒，领先的是各业工人联合会，加油加油！恭喜台南市各业工人联合会得到女子组第一名。统一企业，统一加油！永先公司，永先公司加油！奇美实业加油！大成长城加油！台湾糖类公司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亚洲航空公司加油！